那么希望我们云林县县政府的环保局调向这个目标，将咱的清洁队员呐吼，会当真做事，要安怎处理好，然后咱家家户户的垃圾，咱就是一位专家。啊，咱这专家，咱来具备的常识是啥物？咱来具备的知识是啥物？那安尼假设吼，我们清洁队员以后就不能叫做队员啊，以后我们的清洁队员都要叫做怎么样？清洁专家了，然后我们来设个奖励制度，好，然后呢，就是讲拜托我们的清洁队员，那鼓励咱的家伙吼，啊，不什么样吼，煮完，免咱回收，啊，不什么样减量就对了吼，啊，然后大家吼减，啊，看免咱减看偌济趴数吼，那么我们的明年的今天呢，我们就发给他奖金，这样好不好？他没有鼓励我。